好勇敢，以前我们家猫都没有出来过。哦，对啊，大部分的猫是小小带出来就会这么勇敢吗？对，那的应该是从小训练会比较、比较不怕生这样。对，算是多大？今天九个月。哦，九个月，对，所以还会再大。对，应该还会再大一点。它会再长大。对，好可爱哦。它算比较大型的猫。谢谢。真的可以这样牵出来。